哇，我们的红队现在一码领先哦，蓝队也不要承认了，冲过去哦，大家加油，快！来，大家一起帮他们加加油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红队接棒的是我们的坤亮，李坤亮啊，然后呢，黄队接棒的是胡成佑，蓝队现在冲在前面的是陈凯翔。陈冠伟接棒。
我们红队是不一致。